谢谢白小雨点。V 哥，嘉宾搬椅子是不是很烂？哎干，怎样？妈的，你今天是有在那边看到我是不是？我把椅子踩坏，因为我坐一坐，我等到很烦躁，然后把椅子踩坏，超级丢脸。干，塑胶椅，你知道那种不是没品啦？因为我跟你们说，我昨天大概两点睡，然后五点就起床了。我昨天大概两点睡，五点起床，然后我就睡不着了，然后我就等八点半，他叫我八点半过去，然后我等到十一点才轮到我，才轮到我开。在这种椅子吧，这种椅子，塑胶椅，然后我一直踩他边边这个地方，我脚一直抖，然后踩在上面一直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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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把它踩断。然后那个教练直接问我：“干，你几公斤？怎么会这样子？”我就说：“干，靠腰踩断的啦！妈，这个承受旁边有比我更胖的，妈的！他问我几公斤，旁边那个胖的都没坐断了，然后很靠腰欸。问我几公斤？怎样？我看起来很胖吗？